好，现在又一个争议，香蕉农呢，我们知道，就最近的香蕉狂跌，又向了这个马英九总统陈情，说价格太低，有卖场呢举办了全民救蕉农的活动啊，就从产地直达车到卖场，一根香蕉卖3块钱，马上连线记者戴秋荣。好的，现场画面看到呢，就是在大卖场里头哦，民众哦，几乎哦可以说是人手都是一两串的香蕉，拼命的往购物篮里塞。那么既看到呢，这些香蕉呢，这个品质都非常的不错，而且呢，主打一根香蕉只要3块钱的这个活动呢，让民众是大抢购。主要是因为哦，上次有蕉农来向马英九总统陈情说，因为哦，这个产地的这个价格非常的低，造成呢农民的生活简直可以说是活不下去，因此呢，有卖场今天呢是从特别从产地旗山把这一些香蕉呢跟蕉农合作，直接运到台北这边的卖场啊，让民众啊来抢救蕉农活动。那么事实上呢，这个卖场是预估3天要来销售20万斤。我们来听看民众还有业者的说法。觉得很便宜吗？嗯，很便宜。没看我今天穿黄色，是搭配我的香蕉。你刚刚说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餐餐都吃这个。可以啊，一天吃2根香蕉，然后配牛奶，我应该一个礼拜可以瘦个20公斤吧。那今天呢，连续3天呢，我们是有那个一根香蕉3元的特卖活动，是要让那个台湾的蕉农呢，能够也可以享受那个产品的那个利益跟喜悦。听到呢，其实啊，这个民众呢都表示说，因为香蕉哦，台湾是水果王国，所以香蕉来说的话，可以说是台湾的骄傲。那么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，能够啊直接让农民受惠。以上是目前最新情形现场，交还给黄立博。好，谢谢秋荣。现在呢，在大卖场举办了3元香蕉呢直达车抢救农民的活动，也让大家来进行抢购。